我觉得大数据吧是科技进步的产物。刚才胡先生已经介绍了他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，对人民带来的便利。但是呢，中国是个集权国家，所以呢，这个大数据采集总是让人想到老大哥在看着你啊。那么中国方面呢，确实一直很重视这个网络监控，而且把这个大数据吧的实践已经变成了一种监控系统。这一点呢，是早在2001年就开始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2001年中国的金盾工程首次呢被这个英文媒体报道了，中国自己呢还把当作一个特别好的，就是说帮助这个协助警察破案，减少犯罪率的工具。